大家好，我是情怀数据集团创始人 CEO 鞠婧，很荣幸能够接受气候组织和海伦·克拉克森首席执行官的邀请，出任 RE100 领导力奖项评委。情怀数据集团很高兴能与全球行业领导者们一起走向通往碳中和绿色的正确道路。情怀数据集团自成立以来就坚持零碳主义和100%可再生能源转型的理念，在泛亚太区域致力于实现超大规模数字基础设施的零碳化、白核化和普惠化。21世纪是绿色的世纪，也是数字的世纪。我真诚由衷地为奖项的提名者感到自豪，也为来自消费、数字和能源等不同领域的行业领导者们在减碳上的一致努力感到钦佩。愿我们一同加入全球气候行动，催化清洁工业革命进程，为应对气候变化、助力强劲的绿色复苏做出贡献。